小彩虹这件短袖的印花这个位置啊，是这件衣服的重中之重。在这里我要特地跟大家去强调一下，我们和原版一样用的是这个康利印，然后呢市场一般啊绝大多数用的全都是这种常规的丝网印刷，就是之前我们也卖过丝网印刷一些短袖，但是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你们看我这个上面右上角的这个是大货，右下角的是丝网印刷的市场货，然后左边这个是正品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是我们当时买版回来的原版。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康利印有一种这个墨染料的墨水啊是吃在里面的。你们仔细去，我给大家去看一下，给大家去说一下，就是你能发现它这个染料是在织物里面已经完全渗透进去的这种，然后表面看上去，直观看上去，你们看这个正品也是，啊，会有一点点，就是说白了像褪色的那种感觉，啊，能理解吗？就是它颜色色彩不会那么的鲜艳，但是它这个染料吃进到织物里面的，然后不会那么轻易的掉色。丝网印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颜色比较分明啊，它这个是在这个织物外面的一层啊，你能在外面这层摸到它比较明显的一个手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你能摸到这个印刷这个就是材料的一个手感啊，硬硬的，然后这边面料是软软的。但是康利印啊，就是说你印花的位置和面料的位置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手感啊，包括正品也是啊，面料和印花是一样的手感，然后这边印花也一样的手感，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区别。市场上绝大多数全部用的都是这个丝网印啊，而我们和原版一样啊，用的是这种看上去有一种点点褪色的那种感觉的康利印刷。